历史旧照，第一章远东最美珍珠黄慧兰，第四章李连杰前妻黄秋燕。黄慧兰是典型的天之骄女，她是爪哇唐王黄仲涵的女儿，顾维钧的第三任妻子，拥有美丽的容颜，雍容的气度，精通法、英、和等六种语，天生富有交际的才能。她一生活成了传奇，且被美国《Vogue》杂志评选，评为1920年到1940年代最佳着装的中国女性。杨代梅原名杨丽珠，中国早期女影星，典型的名门闺秀。其父是一位大富商，她自幼就备受宠爱，锦衣玉食，故而养成了她骄纵的脾气。杨代梅演讲、唱歌、跳舞、演戏样样精通，她的一生极具传奇色彩。红极一时的他晚年却沦为乞丐的下场，令人唏嘘。余丽群是典型的名媛闺秀，容颜清丽，气质典雅，喜爱读书，喜爱书法。14岁那一年考入上海明月歌舞剧社，后进入上海电影学校，演过话剧，拍过电影，是上海著名的女明星。后来嫁给郭沫若，成为其第三任妻子，婚后生下四男二女。黄秋燕与李连杰是同门师姐弟，她容貌清秀，气质清新，内地著名影星，同时也是李连杰的前妻。她因在《少林小子》中扮演女主角三凤，同时参演了南北少林，故而引起各界注目。注：奇闻解密原创文章，未经允许不得转载，图片来源互联网，版权归属作者。